我声音可以粗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我声音可细。恐怕只有国破家亡了。很多网友都觉得你的语言天赋特别强，顺势都被人事耽误声优。哦，那可不咋的。哦，那可不咋的。咱俩呢都给我整稀碎稀碎稀碎的，咋还有人搁这表白表白呢？多着呢朋友，别着急，多着呢朋友，快抢啊。你不是说我耶，有点意思。老板呢？我要死亡了，我要死亡了。今天我在幼儿园跟老师说爸爸妈妈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，我一直都在家门口等着，但是怎么等怎么等都等不到爸爸妈妈回来。好棒的声音。我也是同样的看法。当当当当，铃木铃木笑，铃木铃木笑，撒的撒的奶油糕一起爸爸呢。哦呦，义乌小桑品层应有尽有，来来来，那么好了呀，现在都看不到了。小伙子呀，干嘛的呀？不是这样上来的，这是女生楼层好啊，那不可以的，这是学校有规定的，现在都几点钟了，你看看表啊，小伙子，他想走后门的，绝对不可能的啊，下去下去下去。你讲这话太深奥了，我听不太懂的。每天爆笑视频乐不停，一定要关注何仙姑父。